哇，这个才有精神。爸爸妈妈，哇，很棒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都非常的棒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好，前面家长请你要小心哦，不要被火车撞到了哦，这个撞到不会怎么样哦，顶多摔倒而已，不会受伤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了就跑了哦。哎哎哎等一下，要听清楚啊！哎呦，加油加油！啊，火车坏掉了！好了，班长，快快，赶快修好火车！赶快把你的火车修理好，这个不是纸糊的呢，怎么这么快就坏掉了？哎呦，加油！其他小朋友跟你们的队伍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看看哪一台火车开最快啊！要转哦，左去右回。开始，我很看好。要错的哦。加油加油！好啊，火车开快一点。后面怎么没有火车了？哎，天鹅班也很棒啊！啊，小朋友手要抓那个呼啦圈啊！好，等他鞋子穿好啊、哦！你看看我们小班的，哇，真的好可爱哦！这边这边，对，好的，这个是泰鲁格之星，加油哦！好，拍一趟就好了。然后轮到你了，最后一次了。领先的是蝴蝶班哦，加油加油！哇，你们这么厉害哦，小班的开这么快，因为我们人比较少哈、哦。你看，年纪这么小，跑的也很快呢，好厉害哦！加油加油！你看我们小班的方向感的就比较差一点了啊、哦，先回头了。梦琪，你的火车开倒车了。加油加油！哇，我们的蝴蝶班完成了。慢慢的认识了。某某，你的火车开到台北去了。加油！好，很好，我都很厉害哦。中班的加油，中班。那个月台在那边，月台在那边。加油，来，帅哥这边。中班加油，加油。对。小心哦，第一位小朋友你不要跑太快，后面小朋友加油，奇峰妈妈